喂，宝弟。哎，你昨天也吃啊？嗯啊。可是你脸怎么越来越惨了的？哎呦，你以为生得变深了吗？哎，以前哦，我生之前好亮嘛，你看我现在，我的头发一直掉，一直掉，要掉光了。哎呦，今天淹我哦，当天五十口五十斤阿兰鸡胸，生了 baby 啊，换了头发，爱又风范。阿兰鸡 on duty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兰姬，阿兰姬是我呀。啊，怀孕前啊，哇，头发好多，好亮啊！生了 baby 之后啊，哎呦，落头发的金黑眼蒙哦啊！但是啊，你落头发、啊、不是因为你生男生女的关系啊，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啊，这个雌激素水平啊在你身体里面产生变化，所以这个是很 normal 的现象啊。情绪不稳定啊，营养不均衡啊，也是会落头发的。还有一个金黑好重要啊，就是乱用产品啊，用那一些。有硅油矽胺成分的洗发水啊，这样啊会造成你的毛囊开闭症，所以新手妈妈要怎样保护你的头发呢？啊，阿兰姬来教你。啊 ，Number one， 梳子。选一把可以防静电还有不会太密的梳子，怎么该呢？啊，因为啊你梳头发的时候啊就可以防止啊拉来拉去啊，然后刺激到你的头皮就炎黄了啊。所以阿兰姬先考考你啊，木梳、塑胶梳还有金梳，你会选哪一把来梳头发呢？啊，如果你跟阿兰姬一样选这个木梳，就今天好办来了。如果你选到其他的，还有机会啊 ，get 下去换。啊，得闲呢，就得用木梳或者用梳呢，有天波的按摩啊，刺激头皮，可以帮助新陈代谢。啊 ，Number two， 做好护理啊！你为了阿兰姬讲，阿兰姬眼盲，我做毛盖，我已经买那个防脱发的洗发水啊，还是冇用哎！哎呀，首先啊，你要imagine一下，你的头皮啊就是一片土地啊，你的农作物呢就是你的头发，你要你的头发啊刮起来起来啊，你这个头皮啊，这个土地就要很肥沃。要怎样让到这个头皮很肥沃呢？啊，就要用对的肥料跟用对的方法去种 50 Megumi 养润育发精华素，哇，有50种珍贵养润成分，就是最好的肥料了啊，可以让你的发根松松，头发多多啊，没搞搞笑笑啊，在日本啊已经卖超过了1000万瓶，1000万几多个零啊，你自己算呢。啊，首先要怎样施肥呢？啊，把头发洗干净、擦干之后呢，是最好的，因为头皮很 relax 啊，可以很好的吸收这个精华素。啊，接着啊，拨开你的头发，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 50 Megumi 滴在头皮上。啊，这个发际线还有分际线可以多施一点肥。啊，早晚一次。不用冲水啊，怎么改呢？因为啊 50 Megumi 清爽不粘。要养好这片土地呢啊，不是一天或者一个礼拜一个月就可以了啊，要4个月才可以啊。怎么改呢？因为啊你这个旧头发脱落到你这个新毛发生长要4个月的时间啊。所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拔苗助长的故事？要是啊你好记吧 啊就圆梦了了。因为啊你的头发啊你的裸片拔一拔它啊，等下啊就割松了了。啊 ，Number three， 啊，睡得好，尽量不要熬夜，至少睡8个钟头。啊，吃得对，啊，新手妈妈啊，如果很容易落头发的话呢，就是身体可能缺乏这个铁质，所以可以学白白的小龙妹，不不啊，都是这个菠菜呀、啊、蛋类啊、豆类都可以，还有精神上啊，保持这个心情很 happy 啊，你的发质呢也会变好。啊，道理好简单呢，你的头皮啊就是一片土地，种瓜得。你照顾好好头发灭亮亮咯啊，很多护发达人啊都推荐用这个 50 Megumi， 我的偶像水系嘛也是有用嘞啊，正好料啊，阿兰姬当然是要擦一点啦。如果啊你是新手妈妈的话啊，你爱你的宝宝也是要爱自己的啊，可以卸给你的姨妈姑姐。阿兰姬 on duty。唔好收埋啦，
头发可以影响成个碌噶。50 Megumi 养润育发精华素，50种珍贵成分，八大育发功效，头发唔再扁塌，发质更强韧、更浓密。50 Megumi 养润育发精华素 ，Mentholator。